今天就来说说蛋仔最火的几个联动。首先是请吃红小豆联动，呆萌可爱的红小豆一直期待被吃掉，还有一直在减肥的李建勋希望吸奶茶时不要再被卡住了。第二个水波蛋，刚刚开始的水波蛋是没有语音包的，后面返场是带了自己的 CP 和语音包一起来了。第三个第五人格联动，杰克、园丁等等，还有后续的鱼女，他们是王姨另一款游戏联动出来的，外观也非常好看。第四个汉塔联动，它是蛋仔返场最多的一款皮肤，由于它的腮帮子比较大，大家都叫它槟榔哥。第五个吾皇猫巴扎黑联动，这款皮肤当时比较受众的巴扎黑花生我也抽了，不过是大保底。第六个东东羊联动，联动两款皮肤，蜜蜂东东和东东羊真的是非常火的，尤其是它的小脚脚，我真的爱了。第七个长草岩团子联动，螃蟹帽海草裙的搭配让长草团子变得格外可爱，还有它独特的舞蹈动作真的让人爱不释手。第八个喜羊羊与灰太狼联动，他们三个的整个造型真的很还原童年了，尤其之前火的灰太狼先生你不要吃我，我请你吃答辩。第十个国宝特工联名，正义漫漫的菠萝赤雪，直至奋斗的程留香，大小姐上官子怡，又是一款童年美好的回忆。第十一个中国奇谭联动，想要离开浪浪山的小猪妖。老板，你听说过唐僧吗？非常受欢迎，还有狐狸的笑声，真的让人陶醉。第十二个猪猪侠联动，尤其是男神猪猪侠，真的是爆火。何必呢？何必逼我举举棒出手呢？还有那些爆火的联动皮肤，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。Nice。